一个月涨八倍。 AOW 从九月底开始布道到现在应该是涨了八倍，当时是 0.012， 最高涨到是 EU 啊，差不多八倍左右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所有的机会都是千里挑一，不错，说得非常正确，千里挑一。币圈呢 99.99% 是空气币，只有 0.1% 的机会是主流币，或者说好的模式币，或者说好的 DeFi。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快进快出。今天是2020年10月21日，巴菲商学院分享的是如何把握千里挑一的项目，好的币种。这个时候你要分析它的技术参数、应用价值、粉丝量，它的承载量是多少，还有它后续的赋能有多大，后续的流动性，以及它的市值和未来的空间有多大。你的价格，进场价格，进场价格决定了你的倍数，倍数越高，进场价格越低，倍数越高，风险越低。进场价越高，倍数越低，风险越高。 AOW 在一块钱的时候，我们说要进的赶紧进，要么就不要进了。那后来呢，有朋友问我二级市场5块5到6块能不能接，我说不能接，我说预估的话3块都可以接，结果上盘的价格是3块4，三块四接了之后3天时间翻了一倍啊，EU 到7块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翻了一倍？所以这就是策略。你可以接受一个月翻八倍，你也可以接受3天翻一倍，这就是效率，这就是炒币，这就是在币圈的思维逻辑。每一次赚的是经验，同时赚的是钱，经验比钱重要。每一次你都有赚，赚的是经验，赚的是钱，这是你财富的累积，累积的过程。当你一个项目、两个项目、三个项目、四个币等等十几个币跟下来以后，你会发现哇，币圈也就这么简单，思维逻辑通透，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，捅破了也就这么简单，当然也是很复杂哈。每一步一个脚印的，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进步。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关注巴菲商学院，我们一起赚钱，一起分享快乐，谢谢。